刚得的是传染病，已经隔离住院了。玉明，11:30来接我。放心吧，保证安全正点。哎，民主怎么回事？哎，走吧走吧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走吧，你看呢？副厂长这会儿啊，心里什么滋味啊？怕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。哎，这年头能干的人遭恨，管他呢。废话。他跟顶头上司拧着劲儿干，还能有个好？得罪人太多了。就是，同志，请问蒲雨明同志在哪？哪儿可以找到他？那边办公大楼里。谢谢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长得够笨的啊！你小子，走吧。预备。开始。我叫蒲玉明，北方重机厂厂长。不过只能说现在还是。即将进行的民主选举将决定我是还是不是。当然了，最后还得经过上级批准。大家知道，现在要干成一件事得脱掉几层皮。只要进行改革，就甭想过安宁日子。上下左右困难重重。停。蒲厂长，语言太那个了，恐怕难以通过，是不是说点别的？比如你当厂长以来的成绩了，变化了。随你们改吧。15分钟以后，进口喜报床就要试车。啊，好，那您说下去。预备，开始。然而，只要我在位一天，
绝不放弃我的奋斗目标，排除一切干扰，实现产品更新，尽快把 DS 模弹工程搞上去。五年之内，我要让一个北方重机厂变成两个。好，蒲厂长，说最后那句台词的时候，最好加个手势。台词？我这可不是演戏，而是实打实的干。好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另外，有人挖苦我，说我当了厂长，忘恩负义，竟然要撤换一大批过去对厂有贡献的干部。是的，我非这样做不可。不尽快更新干部结构，工厂就休想在开拓中求生存。厂长，区法院丁雷同志在门外等你。你是蒲雨明？是的。起诉书副本和传讯通知单收到了吗？到办公室谈。厂长，经委来电话，否决了我们筹建 DS 模段工程的计划。娘的！还有十分钟试车。知道了，老婆。关于撤换韩黎明的事儿，再慎重研究一下吧。他舍身救过工厂，在炼钢车间，在全厂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啊。坐，我只有十分钟。啊不，还有九分钟时间。很抱歉，我没有时间到法院去。无论怎么忙，你必须去。你的妻子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起诉。起诉？也就是诉苦。谁不苦？凡是对现状不甘寂寞的人，哪个不累得要死？请不要把问题岔开。我想知道你的态度。你结过婚吗？这与本案无关。假如你结过婚，有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少费口舌。好吧，明确告诉你，我不同意。他提出，你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，不关心人，很少从你嘴里听到温存的话，对孩子的功课、身体，你很少过问。拉倒吧，言过其实是女人的通病。你就那么完美无缺？是的，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。哦，对不起，时间到了。蒲雨明同志，我真没想到你身为厂长对人这样不尊重，尤其是妇女。你今年多大了？蒲雨明，我马上去。有什么以后再谈吧，妇女同志。请别忘了，
我是代表法院来的，您现在是被告。你不了解他的脾气，对于刚才的事，他很快就会后悔。真不愧是贵场的铁腕人物，对谁都那么冷漠寡情。我替他向你道歉了。您贵姓？免贵姓方。一直给他当秘书？嗯，从他当厂长的那天起。那可真够你受的。不，他很苦闷，真正了解他的人不多，包括他的妻子。工作时间不准穿高跟鞋，你不知道吗？护士长，你没有尽到职责。叶主任，啊，宋老，我们疗养院条件差，屋子里闷热，是不是？不，他老想打瞌睡，强迫他到外面走走。对，适当活动活动好。您走好啊，谢谢。叶主任，谢谢。于大夫，你掌握休息啊。哎。叶主任，什么事？您的电话去法院打来的。这是在法院，不是在家里。我骂你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希望你们不要在小事上争执，坐下，慢慢说。哼！哎，我问你，那天你干什么不给我送伞，把我都淋坏了？我知道你坐啥车回来。反正不能坐救火车回来。你说我天天5点钟下班，你就不能多等会儿？嗨，你哪天按时回过家？到哪儿一待屁股又沉，没撒俩钟头你回得来吗？臭德行，你管得着吗？我爱。我管不着。人家王志成天天半夜骑车接他老婆。那你干啥找我？找他去？放屁，要是个18岁的小姑娘，你连夜也会等着。好了好了，有什么意思吗？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哼，告诉你啊，炒菜瓢得归我，那是我托人用不锈钢车出来的。好好好，连切菜刀都给你，一天三顿饭当烧火丫头，我的背都驼叶娟同志，蒲雨明呢？他怎么又没来？
他不会来的。我对你的劝告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想了很久。还是心平气和地找他谈谈。能见到他的影子吗？这个家与其让我一个人维持，不如分开。那儿子呢？他病成那样，你就不心疼？我是妈妈，可我不能只当妈妈呀。他也难，一个万人大厂就像一个小社会，厂长什么都得管，担子很重。我的担子就不重吗？我一直默默地承受着，总想做一个好妻子。可是国家培养我就是为了当家庭妇女吗？女人也是人，也有事业，也需要感情。这两年她很少回家，好容易见一次面，不是来访的人踏破了门槛，就是对我发脾气。我实在是，你说的对，他不会来了，他变了。变得目中无人，缺乏感情。哎，你才来！下来下来。哎呀！听说你要撤换一批中层干部，拉倒吧，换！你让我轻松一下。现在有些事儿真新鲜。坐直。哎呦，你轻点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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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对，咱光老实交代，需要学点经验呢。你是怎么和女法官挂上钩的啊？好。哎，我这可是真传秘方，有笔记本的，拿出来记记啊。爱情这玩意儿比较复杂，啊，这个好比是女的，这个呢？好比是男的，不对，大的应该是男的。不，在恋爱阶段，男的绝对要当小字号。明白。